这是哪儿啊？你到我来这儿做什么？这里是我阿母的住处，我想带你来见我阿母。可你我还未定亲，我现在就来见未来君姑，是不是太快了？哪里快了？分明是太慢了。我恨不得明日，明日我们就宴请四方。 少少，进去之后，无论听到什么、看到什么，都别先多言。回头我再跟您解释，好吗？嗯。我你，哎呀，你快呀！好。 女公子，侄子建安了。哦，小女子陈少商，给女公子建安。你就是那个上次来赤白石的，这次居然还带了个心腹，一起来打秋风。我告诉你们啊，凡事适可而止，别都蹭进尺。 我阿兄那是脾气好，我可不会惯着你们这些蹭吃蹭喝的。菊花莫生气啊，要出皱纹喽！你胡说！我二八年花哪里来的皱纹？你是不是被月恒那个不要脸的收买了，跟他一起来羞辱我？我哪有啊？你等着，你们都给我等着！ 我要让那个月恒颜面扫地，身败名裂。这天下又不只是圣上，只有阿文兄长一个儿郎，是不是？你还可以另嫁他人吗？他人？啊？那个姓林的，相貌倒是还可以入眼，只不过他是从外乡避难而来的，穷了些，一家老少却吃少药的。 不怕，兄长有人有钱，帮扶他就是了。我们林氏总会慢慢兴旺起来的。兄长，我好些时日没见到我的兄长了。哎，我兄长在哪里呀？我的阿兄呢？我的阿兄呢？我的兄长。 已经死了，我的兄长他死了，他一家老少和全族都死了。我的兄长，我的兄长，我要去找我的兄长，我的兄长，我的阿兄。林毅，你怎么还在这儿？你怎么不去死啊？你俘虏过，你还活着？我要你去死！你要去死！哎，霍夫人，霍夫人，他是你儿子，你的上官啊！ 你去死！你去死！快去涂药！你去死！这交给我了啊！你去死！快走！快走！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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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子珊，上药吧。